干嘛啦？下吊车很危险。撞到人要怎么办？是啊，是啊，要你们管啦，我爽就好了。来一点教训呢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小组制作的青少年反飙车影片。小咪，这样不对吧？啊？这样不是就变成了霸凌吗？可是我们只是给飙车的坏蛋一个教训啊！但是这样大家一起动手就是霸凌啊，用霸凌来反飙车不太好吧？哎，那小麦真的很讨厌，仗着自己成绩好就羞辱我们，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。好，嘿。同学，这样不对吧？你们这样不就是在霸凌吗？可是我们只是恶作剧，又没有伤害他，只是给他一个教训啊。可是这样一起动手，造成对方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，一样是霸凌啦。好啦，我们知道错了啦。知道错又怎样？烂人啦！西瓜啦！就是这个脸，肿下巴啦！这样对吗？啊？你们这样不就是在霸凌吗？可是我们只是骂骂人，又没有动手。只是给他们一点教训啊。这是什么霸凌？不负责任的发言，一样是骂人。哦，地球人真的很自私哎。下次都乖乖来，我去保护他们了。哎，你们也都不要去哦，假装没看见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哦，这样不对吧？哦。其实这样刻意孤立别人的人际关系，不是对方的受害，也是一种被暴力也被言语的霸凌，一样是不应该的。大家记得哦，不管是动作上，或是言语上，或是人际关系上，联合造成他人的痛苦，都是一种霸凌哦。大家有问题要好好的沟通，不可以用霸凌作为手段哦，懂吗？那我们一起去飙车吧。这样不对吧？